杨妹，瞧你半天都不说话，还在介意刚才的事吗？是那个我没事，我只是有点生自己的气。我只有娘留给我的这朵珠花，也没特别想要别的首饰，却没想到我为了那个紫晶首饰而一时心乱。杨妹不用在意，姑娘大多都喜欢漂亮的簪花项链，如果你真的想要那个紫晶首饰，那么不论要费上多少功夫，我也非得把它弄到手送给你，这是我的一番心意。多谢沈大哥，不过我真的不想让你为这个多费心思。咱不提这个了，不过这么一来我也不想去别的地方了，你陪我在这里看看柳叶轻拂，船只行人来来去去，好吗？回想这段时日的种种，总觉得如梦一般不可思议，而像现在这样两个人一起享受这偷得浮生一隅的悠闲，才是在这开封城里最让我觉得愉快的事呢。当然好啊，就这样陪着你一直看到黄昏日落也成，就怕你生性好动马上就会觉得无聊了。不愧是沈大哥，马上就被你给看穿了。那聊聊天也成啊，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单独说话了。聊天嘛，那么来聊聊你头上的珠花好了。你说珠花是令堂留给你的，想必这之中有一段故事。其实也没什么故事，我娘生下我之后就过世了，这珠花是她唯一的遗物，我长大成人后师父才将它交给我。不过说来有点奇怪，师父和穆师伯似乎都知道我娘的事，然而每次我向他们问起娘是怎样的一个人时，他们不是含糊其辞，就是设法转移话题，最后什么也没说。所以我现在脑海里对娘的模样还是一点轮廓都没有。或许是他们有什么顾虑吧，这的确也不能勉强。沈大哥，这件事你不提我都差点忘记了，其实我一直想问他这件事，可是他总是那样沉默寡言，每次看到他的脸啊，话到临头就不知如何开口。我的确曾经注意到，偶尔何大哥望着姚妹时，他平常冷静锐利的眼神中会流露出少有的温和与关怀之情。沈大哥，有时我觉得自己还有好多事情想知道，有时候又觉得什么都不知道更好。只要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和沈大哥一边看着风景，一边开心的聊天就好了。这当然没问题，我不是一直都在姚妹身边吗？是啊，谢谢沈大哥。没想到大家都已经来了，我们应该到的不算太晚吧。沈兄弟不用在意，反正公叔兄也还没到。沈少侠，让你们久等了，俺有个好消息，俺找到了可能是地下沟渠的入口。不愧是公叔兄，愿闻其详。在城东南河边的一株大柳树下有个小石台，石台旁的堤岸壁上有道看来十分坚固的水道铁栅了。听公叔兄如此描述，看来就是那里没错了。沈少侠不用向俺说什么客套话。这是多少小青牛不？不才在下费一只，
是这古董店的建古堂的主人，在此想与你交个朋友，请问你尊姓大名啊？在下申子俊，不过是一介乡野出人而已，贵古董之类的更是一无所知。只是路过贵店，好奇一看，被老板突然如此多礼，不知有何指教。啊，原来是曾少侠，你看来就是位直爽之人，被某这单刀直入的说了。话说在下有个奇特的小天赋，能闻到珠宝玉石的气味，特别是深藏石中的璞玉，散发出来的气味十分独特，我只要一闻即知。这天赋让我发现不少玉璧，也因此与玉器古玩这行结缘。不过不知何故，这几年越来越少遇到上等的美玉，而当在下靠近少侠时，有道熟悉味道扑鼻而来，魏某十分肯定那是久违了上等美玉的气味啊。在下还是初次听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天赋，而费老板这番话的意思是，在下身上带着非凡的美玉，一路上收集的奇珍宝石之类的，或许是有一些。非也，被魔指的是藏在石中不曾见过天日的璞玉，必须由巧匠小心切开琢磨，方能显露出藏在其中的光辉。而他在这之前，看来多半只是块不起眼的石头。陈少侠多半是之前得到他的石，并未留意。若你不介意的话，不妨翻找一下行囊中携带的东西。若是发现类似之物，请务必取出，让费某瞧一瞧。原来如此，在下想起了和氏璧的故事。说到不起眼的石头嘛，对了，虽然离开无名谷前不久，反而引着我在山壁的岩缝里找到的东西，除了两块玉石之外，还有一块沉重的石头。你看，这个在初章哦，一直到第九章才会触发这个支线。你说过不过分？过不过分？我就问费老板，你说的是不是这块大石头？啊，对，是这个。费某的鼻子果然没出错，从这墙内的宝器来看，里面肯定是藏着稀世美玉啊。今日能得到，能见到如此之宝，真是托了申少侠的福啊！说来奇妙，这下是因为某个朋友的缘故，才会傻傻的把这块看不出用处的石头带在身上。若非今日费老板的鼻子发现其中另有玄机，那大概只会继续被埋没在行囊的一角。所以真正说得上是与这块璞玉有缘的，应该是费老板你。没错，这个是我们开局找了非常久的石头。即使如此，不知你对他有何打算？费某不敢妄图申少侠朋友所留之物。不过，若申少侠愿意割爱，费某愿意以200贯的价钱收买，或者50贯加上一柄稀有的宝剑，如何？原来费老板除了玉器外，对兵刃也有涉略，价值百贯的宝剑想必大有来头。究竟是怎样一把神兵？可能请费老板说来听听。哎，只是说来话长，而此刻也有些尴尬的是，费某想起之前已将他借于一名精于剑法的友人试试，而这名朋友正巧出外远行，不知何时才会归来。申少侠，这件事，就当费某没提过，咱们还是简单点。费某只用200贯，向你买下这块璞玉，你觉得如何啊？我们选择要剑，剑不要剑。费老板，你说的宝剑激起在下的兴趣，可不能就这样把话收回去。既然你有意将它出让，就算等上一阵子，在下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咱们就依你之前的提议，在下先收50贯，等之后再找你取剑，不知你以为如何？费某虽然因为某个原因获得此剑，但向来与兵器剑法无缘，留着只是件无用的藏物。既然申少侠愿意有心，费某很高兴能将它让给你。不过那柄剑有令人不解的奇妙之处，若申少侠不介意的话，那些就留在日后将剑交给你的时候，再由费某向你细细说明如何？这自然没问题，真多谢费老板了。那么这件事咱们就说定了，璞玉就先请你收下，相信费老板便能向世人证明他真正自己的价值。多谢申少侠成全，这50贯就请你收下。至于宝剑之事，就请你今后不时拨冗来贵店走走。只要费某取回了宝剑，必会马上将它交给你。那就有劳费老板，
也希望那块璞玉不负你所望，说不定里面会是一块不输给和氏璧的绝世美玉，让你的大名从此与他一起流传千古呢。臣申少侠吉言，北魔可不敢如此痴心妄想，我只会安排最好的石匠，尽快将他切来，来一窥究竟，结果会是如何，还真是令人期待。啊，这可不是那个申少侠，我就猜到你会再次光临。小人之前提的那件事，不知申少侠以为如何，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在下并非贪图报酬，不过既然老板有事求在下帮忙，可以先说来听听。若非你的难为之事，在下愿尽绵薄之力。啊，太好了，申少侠果然是爽快之人，此事说来绝对不会令申少侠为难，但也不是寻常的人所能为，所以小人才愿意以紫金首饰作为报酬相托。话说回来，想必申少侠听过无忧洞，在下略有耳闻，听说是开封城下的广大沟渠，原是与运河相连的地下水道，现在成了一批盗匪的凿窟，还得到无忧洞这个称呼。既然申少侠也知道无忧洞的盗匪，那就好办。话说小人几个月前刚来开封时，有一回在夜里喝酒，结果在暗路上遇上数名盗匪，身上的财物被抢夺一口，我那些盗匪神出鬼没，一回就是不见了踪影。反正今天子的脚下如此大胆妄为，还能躲过官差的追击，想必是躲在无忧洞里的那些盗匪。原来老板是遭了无忧洞的盗匪打劫，这是遗憾之至。莫非要在下帮忙的这次，就是找回被抢的财物吗？钱财倒是无关紧要，小人被抢的东西里有个上面印着奇异图案与许多器型压痕的小灵图圆柱，那玩意对其他的毫无价值，与小人却有重大的意义。这回想求申少侠协助之事，就是找回那个灵图圆柱。连开封府都找不到无忧洞的入口，那么小人能寄予希望的就只有像你这样警敏聪慧的热心人士。原来如此，那么这件事在下先记住，在下我闯进无忧洞时会特别留意像这样的粘土圆柱，倘若有所发现，就会将它带来交还给老板。太好了，那么这件事就拜托申少侠了，小人会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好，我们刚刚对话了三次哦。哦，好几次才有。难道又被抓去无忧洞之类的吗？好，太好了，那钥匙果然是用在这里没错。小妹，这就是通往地下沟渠与那神秘地宫的门户了。如果文熙月姑娘正在这个底下，只希望她平安无事。哇，第一次看到规模如此庞大的地下沟渠，这就是天下第一大城开封城下那著名的排水道吗？听说本朝的开国先帝为了永久奠都于此，在改建后周汴州城时大兴土木，建造广大复杂的下水道，疏通汴河的水患，与满足城内众多居民的生活所需。何大哥说的是，这里的确不是风景宜人的好地方。公子欲往之处，妾自是随侍于旁，公子无需多虑。此地充满了不祥之气，深处更存在某种晦恶之力。那就请小前辈多担待了，我们这就走吧。似乎有谁躲在这后面，看来还是被发现了。我佛慈悲，若弟子在劫难逃，
但求渡脱凡去，无憾无惧。这位朋友是误会了，在下是申子俊，在这里救人的，并非此地的盗匪一伙，请你不用惊慌。等等，你的双手看来像是真火，那是并未剃度戴法修行的真人，你可是觉生大师的弟子悟真。贫真，这是悟真，不知神兄是怎么知道的？家是 大象国寺受一位大师之托，寻找觉生大师与悟真师兄两位的下落，自从没有头绪，没想到就在这里找到了悟真师兄。等等，这么说来，我的师父也失踪了，肯定是独自外出时遇上盗匪，被掳到此地。那时师父应该还在寺里，怎么他老人家也……悟真师兄，先别激动，在下也不清楚，而且这里并非久留之地，只想先护送你离开此地，咱们回大象国寺之后再慢慢谈如何。圣兄说的是，请原谅我一时心急，若有失态，那我待会就劳烦你带路了。悟真师兄不必在意，请随在下来吧。阿弥陀佛，多谢施主把悟真师弟给找回来，贫僧与大象国寺上下同感大德。不知悟真师兄、悟真师弟去何处，没交代一声就不见踪影，这样我可是很为难的。抱歉，但德光师兄担心，我是在夜里出外散心，在河堤附近看一个可疑人影，一直好奇想过去看得清楚之际，然后就突然狠狠地挨了一下。等我神智恢复清醒之时，已经置身于没经过的处所，手脚被绑了起来，还好绳结绑得不牢。我施法脱身之后，找个隐蔽的角落待着，后来遇上这位申少侠，问他带路送我回到这里。对，这放人是故意的吧？给我的信，难道抓他的人就是悟真师兄？从你的表现看来，信里写的似乎不是什么好事。我知道师父老人家的下落了。现在他在之前为了某样东西纠缠不休的一个坏道士手。哦，这个坏道士该不是之前那个吧？无法无天的坏道士，我倒是知道一个。哎，真的是，这家伙是不是叫做高凤？有着两撇鼠须，整个一副尖嘴猴腮的奸恶面相。哎呀，要揍他了！揍爆他！不知道这次强不强。狐狸，你要是不肯乖乖吃我饭，就只会吃更多的苦头。好吧，你就别白费力气。你的邪法命再厉害，依然是功夫破这个金刚伏魔做的。既然物证不在你手里，东西也不在老衲身上，那么强留老衲在此也毫无意义，徒然浪费时间而已。你还要继续这样僵持下去吗？臭和尚，我可不像你说的那么蠢。既然东西不在你身上，那就是在你那个愣头徒弟那。我已经送信过去，要他拿那个东西来交换你的老命。所以在他来之前，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试。过去钻研过各家法门，就拿来一个一个用在你的身上。我就不信没一个耐得了你这个秃驴。老风，你在咒术上却有过人的天赋，如果存善心修道，原可成为得天会之人。可惜你满心欲望，执迷不悟，让自己身堕恶道冤锁，果报必然不远。此外，不论你再怎么等，悟真也不会来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东西藏在哪里。等一下哦，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高凤应该不是高七吧？应该不是吧？如果是的话，我要吐血哦。希望不是。无所谓，如果他不知道，那你必定知道。反正你也逃不过我的禁制。
等我破那该死的护身阵，且看我高凤有没有方法让你乖乖说出来。应该不是吧？高凤，很遗憾没那么多时间了。那么你还记得上次吃的苦头，就快把绝尘大师交还给我们。如果你依然不冥顽不灵，很乐意再教训你一次。臭小子，我受够你们这群阴魂不散的凡人精了。这回我不允许任何人来碍事。既然你们急着找上门送死，咱们就在此把过去的旧账一并算清吧。正合我意，高凤，咱们来了解这一切吧。啊！不相信，今天说给你们。不过我不会放弃的，就算因此落入炼狱深渊，化成厉鬼，我也会找到方法报仇雪恨。你们就等着瞧吧。想必你就是绝尘大师吧，在下沈子俊。从悟真师兄那里听闻大师遭恶徒所掳，赶忙前来搭救，幸好在下来得及赶到，不知大师是否安好。阿弥陀佛，老衲真是绝尘，多谢神师祖相助，老衲十分幸运，未受高凤邪法所害，请神师祖不用担心。不知师祖是如何遇上老衲那徒儿，他平安无事吗？大师安然无恙就好，悟真师兄已经回到大相古寺。最近他也急着知道大师安危，与其留在这个荒郊野外多逗留，不如咱们先回大相国寺再慢慢说。自然如此，神师祖，那咱们这就出发吧。大师，这边请。阿弥陀佛，原来是事事情经过是这样。我们师徒先后谋你们所救，看来都是出于缘分，老衲无以为报，只能在此向各位致谢。大师认为这是缘分，那一切都是天意安排，在下只是做了因为之事，大师就不用客气了。神师祖此言甚的缘法妙敌，老衲心来领受。对了，神师祖，老衲有件私事想顺便与你谈谈，可方便借一步说话吗？自然方便，请大师吩咐。那么请随贫僧来。神师祖，有件事老衲一直考虑该不该说，不过上天安排这段姻缘，或许就是为了让老衲交代此事，所以还是趁这个机会向你说个清楚。神师祖，令堂的娘家可是姓傅，在下自幼居于深山绝谷，有义父生母抚养长大，这义父这名字是义父所授，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不知大师为何突然提起这个。原来如此，那么那老衲猜，老衲猜猜，你脖子上挂的那块金牌后面是不是写着有无子俊四个字？正是。大师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莫非沈师祖跟他们许久以前见过面的，
既然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老衲就提一下当年的往事吧。十多年前，老衲在五台山灵应寺担任住持之职，这里有尊对眼疾破灵验的药师如来像，香客络绎不绝。一日，有位衣着举止不俗的妇人，抱着襁褓中的婴孩前来参拜。见他身有旅途劳顿之身，一问才知道是从鲁东来的。那妇人自称梁家姓傅，夫姓百里。哎，等一下，天雄门掌门是不是叫百里胜？哎，难道有关联吗？难道申子俊跟百里胜是？难道百里胜是申子俊的爸爸？啊，我猜的。出身武林一脉，听闻药师如来的灵验，于是远道带着怀中的孩子前来求医。那一岁多的婴孩聪明活泼，唯独右眼一直无法张开。他担忧那孩子右眼一直如此，长大后成了残疾，与学休息无学大有影响，势必会遭个性冷漠严厉的丈夫嫌弃。因此请求老衲无论如何设法医治那孩子的眼睛。右眼一直睁不开，和我一样。大师，莫非那个婴孩就是我吗？老衲不懂医地，自然也不知道如何医治眼疾。当在百里夫人百般请求之下，只得找匠人打造一面护身金牌，刻上又无子俊四个字之后，供在药师佛像之前。然后与夫人一同对药师佛念说千遍的本愿功德经，希望能以大愿力求得药师佛庇佑，让孩子的右眼恢复正常。之后夫人将金牌挂在孩子颈上，不住称谢而去。从此十余年过去，百里夫人再也没来过银铃寺，老衲也几乎忘了这件的往事。直到听施主自称申子俊，又看到你颈上的金牌，老衲才想起了这一切。又无子俊，所以我的名字单独一个俊字，而我的母亲姓傅，我父亲姓百里。多谢大师说明这一切，我总算明白几位前辈叮嘱我时的言中之意。沈施主，你的眼神似乎蒙上了一层阴霾，或许老衲不该向你提起此事。如果知道这些让你感到为难的话，就当作老衲刚刚什么都没说过，将一切交给缘分罢了。哇靠，都已经挺晚了，你现在叫我忘记。佛说一切有为法，尽是因缘和合，缘起时起，缘尽还无。沈施主是缘法深厚之人，想必能明白这个道理。晚辈明白，多谢大师指点迷津，晚辈会牢牢记住你这番教诲。哎呀，你爸爸就是百里胜嘛，很明显是吧？对不对？当初在泰山一役之后，孙无名去抢霸剑，那大家的掌门都在那边，难道是顺便抢的这个婴孩啊？沈施主，那么咱们的话就说到这里了，然后那先回房了。倘若今后有缘，我们还会再见面的。那是慢走，请你多保重。哎，这么重要的剧情，这样放在支线。沈大哥，看来你的确和长辈特别投缘呢。不论是师父穆师伯，或是觉生大师，都喜欢找你说话。你们谈了半天，不知道大师对你说些什么。这个嘛，大师认为我与佛法有缘，向我说法开示。那我将来能参悟其中奥妙，说不定打算剃度为僧。我刚还在想出家后要取什么法号。那可不行，陈大哥好像当什么和尚。与其如此，还不来我们通黄派一起修真求道。师父他老人家已经很乐意收你为徒了。哎，不要忘了，你也被逐出师门了。表妹，公子这话显然是说着玩的，你可别认真啊。对了，大师除了度化公子之外，有要其他吩咐吗？
几位施主，师父刚刚交代贫僧再次向各位致谢，抱歉让你们为此耽搁多时，若有机缘还请来隐逸寺一访，让他用著名的桑茶素斋好好招待几位一番，在下会记住的。那我们就不多打扰室内的清静，若还有他事需要协助，请师兄不用客气，我们先告辞了，多谢师兄和众位施主，还请慢走。我们在找悟真讲话。总是在哪里见过你？天哪，失去记忆啊！方大娘给的这套衣服，难道悟真是方大娘的儿子？哦 ，fuck， 太巧了吧！十五岁那年突然神秘失踪，啊！现在刚刚是主角的身世，现在换悟真的身世。大家还记得长青村的方大娘吗？她有说她的儿子失踪了，有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那也太快了吧！直接变儿子了。不，我还是没有记起过去的事，也不能这场青春。不过方大娘，我娘只看了一眼就认出我，或者我喜极而泣，所以我已经相信自己就是她失踪的儿子方中宇。那老人家告别我回五台山前，交代我把这个宝珠交给你，请师兄务必收下。哇，这个，哦，这高峰要抢的这个珠子啊！一个什么九阳宝珠的，听说这个很重要，不是血灵神珠哦，是哪一个啊？九幻神珠啊，九幻神珠应该这个，在哪里啊？我以为是给那个纯雨前辈装的，九幻神珠。终于回来之后，这里仿佛又回到旧日的时光，只希望他会慢慢记起以前的事。我就以为玩到第九章了，应该不会再回来了，想不到还一直回来。好，我们先看岩铁匠的那个兵器打造如何啊。还没修完。